你的小姐争风吃醋，说王宇盖的给他到发生那个砍杀事件，啊，所以进步在比我更强哈，所以那个杏花阁，其实哈下卡就是文玉茶行，甲地点迄间新芳砖厂，拢当时是大家足出名，足出名的茶行哈，所以啊一定要把它拍起来，可能过几年。因为它没有文字保护，哎，可所以你能拍就尽量拍，过几年可能就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后来看猫奶路，哈，猫奶路屋头有放一个维特咖啡，廖永来一出来就开一间，好啊。郭振英啊，王景有去开，1930年，哦，1930年，哦，开哈。啊，为啥叫猫奶路？因为当时法国用的圆弧形，哈。到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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